3月17日，持续领跑牛奶类冰品第一的伊利牧场在北京正式发布其全新高端产品珍稀系列冰淇淋产品。发布会当天，伊利牧场代言人桂纶镁也亲情出场，与现场嘉宾一起为珍稀系列产品揭幕。伊利牧场品牌2016年全新珍稀系列正式发布，相信我们的产品一定会越卖越好。当天，一袭白色短裙亮相的桂纶镁女神范十足，而此次也是桂纶镁的三度携手该品牌。现场，桂纶镁除了为该品牌接连吆喝外，还一同与粉丝尝试了该品牌冰淇淋。这是用100公斤的牛乳提炼出7公斤的稀奶油，那里面的制作过程从原料到你吃到的那个冰淇淋，其实是只花了8个小时，所以其实那个口感是更细致的。然后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在追求原物料的时候，也希望更天然，所以我相信伊利的这个伊利牧场的这个珍稀系列，其实能够提供给大家更健康的一个冰淇淋。酷六娱乐北京报道。